Kiki， 好開心今天在這裡跟你們分享咖啡。我帶來的拼配呢有三個國家的豆，肯亞啦、巴拿馬和哥斯達黎加。而台面上面的咖啡冰波呢是間 Signature Drinks 的時候呢會用到的。我會用回同一個拼配，以一個三重奏的方式給你們一個全新的體驗。現在呢我為你們準備了咖啡先，請大家等。我自己本身很喜歡日曬肯亞這一類型，果味和酸度都很豐富的咖啡豆，很想將它用在這個拼配裡面。不過一些初嘗黑咖啡的客人經常都會很抗拒高果酸度的黑咖啡，而是會選擇一些溫和帶甜的豆去做第一次嘗試。所以呢我加入了哥斯達黎加，增強這個拼配的甜度。它也有一些朱古力和 nuts 的味道，而巴拿馬呢就跟另外兩隻豆一樣都有一些柑橘類的風味。它酸度很細緻，溫和平衡，配搭得來呢令到我的咖啡變得柔和和順滑。我希望這個拼配可以令更多的客人願意去嘗試黑咖啡。
介紹多少少我呢一個拼配嘅 Powder City Level 嘅巴拿馬啦。經過咗水洗嘅處理，佢嘅風味咧好細緻同乾淨。而肯亞啦同哥斯達黎加咧，就係、是、炒到 City Plus 嘅 Level。哥斯達黎加經過蜜處理，佢嘅風味咧比較大，甜分嘅比較多。而肯亞咧，經過日曬嘅處理，它的果味就相当丰富的。用筛糊的方式去冲煮这个拼配呢，就可以突出到它三隻豆的风味，还有呢增强它的层次感和 body。
重嘅咧，就係手沖嘅巴拿馬。而家咖啡嘅温度大約係85度，呢一個温度好適合攞嚟除去巴拿馬純滑嘅口感啦，同細緻嘅風味。而我用緊嘅法蘭擁抱咧，就係可以保留比較多嘅咖啡油脂，令到佢口感變得順滑啦，同時咁豐富嘅。第三重奏咧就係啃牙，為咗可以攞到佢好似酒一樣咁香醇嘅風味，我用咗冰滴6小時低温萃取。可以保留最多的風味之外，而當咖啡經過它的時候，它就會變成凍飲的喜欢的咖啡啦，多谢。